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周四的晚上九点收看祝你好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杨琼怡。节目一开始，首先先为您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我们欢迎彰化市博元妇产科的副院长陈昭文陈医师。陈医师您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陈医师的个人档案。陈昭文医师，资历博元妇产科副院长，马偕医院最佳论文妇产科医师，不孕症著作三本，赴瑞士、加拿大发表不孕症论文，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波恩诊所受训，新加坡试管婴儿受训。今天祝您好运的节目要跟观众朋友来探讨更年期的问题哦。那么我想更年期是每一位女性朋友一定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哦。那么到底这个更年期哦，它所会造成的这些症状哦，会带给妇女朋友什么样的一个困扰呢？那么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些困扰降到最低？那么又如何让这些面临到更年期的妇女觉得自己不会觉得说自己那样熊熊真老气啊呢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请教陈医师有关于这个更年期的问题。那么同时观众朋友如果说对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想要直接的来请教我们陈医师的话呢，也欢迎您打我们的现场扣音电话，在节目的下半阶段，那我们的扣音电话号码是726-4613 726-4613。好，那么我们正式进入我们节目的主题，首先就先来请教陈医师，到底什么是更年期呢？是我想我把女人的一生分成三个段落哈。是。那哪三个段落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图卡哈，就是说第一个段落就是我们从初经，一个女人开始有初经了，她开始有排卵了，就进入所谓的生育期、生育阶段，就是说你可以生育小孩的阶段哈。那这个阶段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哈，她通常一般来说大概差不多在她差不多。到38岁或是40岁开始呢，我们大概开始就会发现自己的月经可能慢慢要开始出现不规则的情况了。那有些人呢，42岁以后呢，可能就进入到这个所谓停经前的过渡期。那有的人比较晚，可能到47岁才进入到。那停经前的过渡期呢，它的症状就是说，它会有所谓的不规则的月经。是。那到了差不多快要接近50岁的时候呢，它可能2-3个月。月经都没有来。那这个时候大家可开始就会开始想说，门诊就会遇到病人问我说，我是不是要更年期了，我是不是要停经了，月经2-3个月都没有来。对。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做一个抽血检查，看一下我们的荷尔蒙绿泡刺激素的浓度，那我们就会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说我们的绿泡刺激素浓度已经开始在上升了。它这个就是一种卵巢老化的一种现象了。是。那但我们完全月经完全没有来哈，就是如果停经长达12个月以上没有来的话呢，我们就称为所谓的停经期。是。那更年期呢？所以我们常讲更年期，它应该是一个横跨停经期跟停经前的这个过渡期这个阶段，我们通常我们把它称为更年期，就是从这个停经前的过渡期开始来计算，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为这个更年期。对，那我来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幻灯片哈。是。那更年期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女性荷尔蒙的改变。好，所以你看，我们从青春期开始，女性荷尔蒙我们有开始有了初经，我们第一次的初经来了哈，女性荷尔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开始上升，那让我们能够有这些所谓女性的特征，像让我们像一个女人，那这个女性荷尔蒙就这样滋养我们哈，一直持续到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开始这个女性荷尔蒙要掉下来了开始女性荷尔蒙不够了，那一直到最后整个卵巢完全不再排卵，那没有荷尔蒙，没有女性荷尔蒙的制造了，那就进入到所谓的停经期。那所以说，以一般来讲哈，如果像以我们台湾女性来讲，平均停经的年龄呢是在50岁。50岁是平均的停经年龄。对。那我刚刚提到说，在这个停经前的这个过渡期呢，每个人不一样哈，有的人可能比较早一点，42岁就开始了，有的人比较晚一点，47岁以后才开始。那大概差不多，我们大概就会发现自己大概差不多就在这个年龄这个章当中呢，开始月经就变得比较不正常。40-50岁的时候，大概都慢慢
发现有这些状况出现了。对对对。那请教陈医师，以前有听说、是不是能够去从自己出经来的那个时间去推算说，到底自己什么时候会停经？这个问题很多人问我，很多人说，老母子宫月经来的比较早，就会停的比较早。其实不一定，这要看我们每个人的卵巢的状态。这基本上我常讲说，这跟体质有关就是说，其实这个家族里面，比如说你姐妹，我常问姐妹就是说，你姐妹大概都什么时候停经？如果她们都是属于比较早停经的人，也许都是在47、8岁就停经的人，那通常你可能也是属于比较早停经的这种体质。那如果大家都是在50几岁才停经，你可能也是属于比较晚停经的体质。是，所以这个跟我们的出经来的时间年纪没有关系，对对对，是其实看本身体质的问题。是。那么我们都晓得，其实这个更年期的妇女哦，常常会遇到很多的这个症状啊，造成他们的一些困扰，常常觉得很不舒服。那么到底这个更年期来的时候，妇女朋友会出现哪些症状呢？对，这个就很重要了。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说，到底我现在这个不舒服有没有可能跟更年期有关？到底是有病呢，还是说是因为更年期的关系？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患者片那我们从头开始看好了。这个停经呢，基本上更年期的症状就是跟我们雌激素，就是女性荷尔蒙不够有关系。是，所以我们大概从头到脚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听起来有点可怕哈。那从头来讲，就是说，我们发现自己可能记忆力开始减退啦，那情绪可能变得比较不稳定，是，所以说变得很容易焦虑啦，或者很容易生气啦，就奇怪，妈妈怎么？一点点芝麻小事就大发雷霆，然后就要离家出走了都有可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的皮肤变得越来越干燥，可能皱纹会增加，那我们的这个不再像以前那么样的有弹性那甚至皮肤可能会有一些黑斑啊，一些斑点出现了那另外呢，其实最主要的症状呢，其实是在于所谓的这个自主神经症状，就是所谓热潮红这个症状这是最常见的就是会一阵子燥热起来，是那很多病人常常说，我准那里烧起来，烧到想要卡在电风头前吹电风这样子然后同时会合并有这个流冷汗、冒汗，然后心悸、心中婆婆菜。那如果是在晚上发生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个女性的睡眠，造成睡眠不醒，造成睡眠上的问题。那再来，如果说我们停经的时间再长一点，停经到3年、5年以上。整个我们身体包括像阴道、尿道开始会萎缩，那萎缩了以后会没有弹性，那接下来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发炎的症状啦、频尿啦、尿失禁啦、子宫下垂啦、阴道松弛啦，这些问题。那再来还有就是对生命影响最大的心脏病、骨质疏松症这个就是更晚期会出现的问题。所以真的是从头到脚都有影响到耶。对对。而且像刚才这个医师所提到那个热潮红的问题我想这可能是更年期妇女最常遇到的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对。对。因为像我也曾经听说有些人好像到了更年期，就比如说本来是怕冷的后来就怎么突然就不怕冷，然后就常常觉得好像很热的那种感觉。对 对, 对, 对就是会这样子。对 对, 对，而且他那个症状一来的时候非常的不舒服就说他可能会一下子会觉得说，比如本来大家都好好的啦，怎么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觉得很热？对，而且、就是、他最特别奇怪，而且他又合并很厉，有时候会合并很厉害的心悸，干嘛心肝头啊？那婆婆菜婆婆菜，所以有的人会讲，我是不是心中磨烂啦？我是不是出什么代志呀？然后这个大概都会引发一些情绪上的不安是焦虑啦、担忧啦，然后就觉得说，我好像快要不行了哈。对，因为真的是对女生的这个影响很大因为我们过去几十年已经习惯了有这个月经来嘛，那突然就之后就没了，对，好像人生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对，所以说女孩子就是很多女人就是这样对，是几十年都有月经，觉得很麻烦等到突然间没有月经了，觉得怅然若失，是想说还是给她来吧所以说其实更年期的妇女朋友，除了说这个生理上的不舒服，应该心理上面也是会产生一些就是可能其他的一些问题都会有的，因为本来生理跟心理总是会互相影响特别是这个停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告诉你已经老了
一个生理警钟哈，就是说啊，你已经老了，你已经没有排卵了，是、你已经不会生小孩了。嗯哼，这对很多女孩子来讲，基本上是一个相当残酷的一个，好像说一个里程碑，然后说你过了这个里程碑，好像你就不像个女人了。嗯哼，好像一些女生的特征就渐渐的消失了，这样子。对对对，但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看。我们应该用正面思考，我们用正面思考来看这件事情哈、以现在的女性平均年龄78岁来说，是如果我们说平均50岁停经的话，我们一个女人的一生有20年是在停经后，所以我们要用更正面的方式去思考这个问题，是去面对停经这个事情。嗯哼，是。那刚才陈医师有提到说，其实更年期的症状从头到脚都有，那我们会比较担心的说，哎，那是不是会对这个妇女朋友产生这个健康上面的影响呢？对对，最主要的健康方面的影响呢，就是我刚刚提到了，就是骨质疏松症跟心脏血管疾病。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幻灯片，为什么这两个会在停经后特别的出现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停经后女性罹患心脏血管疾病的几率哈、你看，在停经前，男生得到心脏病的机会是女生的5倍。是，等到停经了以后呢，女生的心脏病的几率跟男生就一样高了，就差不多了。对，那为什么呢？再看下一张哈，就是因为女性荷尔蒙呢，它会让保护我们女孩子，所以当女人也不错哈，当女人也没有什么坏哦。所以很多对啊，女性荷尔蒙可以保护我们。对对，很多病人常会跟我 complain 说，哎呦，做女人很不好哦。其实不会啦哈，这一点就不错了。女性荷尔蒙会让我们血液里面的好的，我们常常叫好的胆固醇上升，坏的胆固醇下降。是，那对我们对女人来讲，它有保护血管的作用，所以我们女孩子比较不像男孩子会得到这种心脏血管疾病。是，所以这个女性的荷尔蒙对我们有保护的作用。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哈，那再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骨质疏松哈。骨质疏松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哈、我们要对女性朋友来讲，对男女都一样，男女都一样。其实每个人不管性别，都会总是会走到骨质疏松的一天哈。是，65岁以上的男性，大概8个人里面有一个人会有骨质疏松的症状。嗯哼，那女人呢，1/4，4个里面就有一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骨质疏松跟我们女性荷尔蒙有关。我们人哈的骨质哈，在30岁的时候达到巅峰，从35岁以后开始，每年骨质都会开始流失。是，那停经了以后呢，当这个女性荷尔蒙消失了，好不够了以后呢，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突然间的加快，以每年3%-5%的速度，快速的骨质流失掉了。是，那我常常讲说，本来是钢筋水泥大厦，就后来变海沙屋。对，那骨质疏松因为没有症状，所以当它一旦发生症状，就是已经骨折了。通常都是可能去跌倒啊，还是什么骨折了，才知道说自己已经骨质疏松了。对，所以我们常说骨质疏松症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它躲在那个地方，你看不到它。是，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学会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骨头。是。那么像骨质疏松症有没有哪些这个危险因子，我们也是要特别的来注意的。对，有。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幻灯片哈，的确是有一些危险因子哈。我们看缺乏运动的人，这个大部分的女孩子大概都缺乏运动那有抽烟，有喝酒，那还有就是现在大家都喜欢喝咖啡哈。一天超过3杯研磨咖啡，就是那个 espresso 那一种的哈，3杯以上就算过量哈。如果是美式咖啡的，5杯以上。那黄种人跟白人比较容易骨质疏松症，黑人比较不会，黑人的骨头比较重啊。再来就是家族遗传，就是如果说你们家族里面有人因为骨质疏松而骨折，那你本身就是高危险群。那当然刚刚提到的停经后，当你女性荷尔蒙不足的时候，还有就是我们日晒哈，通常日晒不足在台湾比较不会出现，因为我们亚热带地区阳光很充足嘛。对，在欧美比较有可能。是，那但是钙质哈，中国人的饮食钙质的摄取经常是不够的。那再来就是说有吃到一些类固醇的药物，譬如说像红斑性狼疮的病人啊，气喘的病人，他需要长期使用一些类固醇的药物啦，
还有就是比较娇小的女孩子，是娇小一点的女孩子，她的骨头比较没有本钱，那这个也是属于骨质疏松的一个高危险群之一。是，所以本身我们这个亚洲人哦，台湾人本身就有存在这种危险因子，我们本身就是比较属于高危险群，有这个骨质疏松症的问题。所以如果说这个妇女朋友在面对这个更年期的问题哦，应该要更注重这个骨质疏松症的一个问题。对，是。好，那么下面我们还有一张图片哦，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来，这个是跟性生活有关，这还好，我们现在是九点以后了，应该可以限制级一下哈。那停经了以后，我刚刚提到，因为阴道本身会萎缩，那阴道萎缩了以后呢，它就会有一些性生活方面的问题，譬如说像因为过润滑度不够哈，导致性交上的困难，性交的疼痛。那性生活来讲，因为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中国人总是比较保守，对，有时候在门诊的时候他可能比较难以启齿，但事实上性生活即使是在老年它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当这个停经后女性荷尔蒙不足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面临到就是性生活这方面的困难，特别是威尔刚出来以后威尔刚出来以后，很多的停经后的更年期妇女就很可怜了。对，不知道怎么办呢？对，因为其实有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可能性生活方面出了问题，或许女性朋友也不比较难以启齿，然后或许也觉得说，哎，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已经不太在很需要这个部分了，所以也是不是有可能说，哎，有些人就没有去做治疗的也是很多。我相信有啦，那在我在门诊的时候，我也曾经遇过像这样的病人，就是说，他就说啊，没法度嘞，啊，我安德的打工都没嘞，啊，我的实在是就干苦哎哦，就实在是很痛哦，很可怜。那所以像这样的病人，我们就要思考如何来帮助他。是因为就是说彼此还有这种需求嘛。是。好，所以这么多的问题哈，要怎么样来解决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个阶段回来呢，我们继续的来请教陈医师，怎么样来解决这个更年期症候群的问题。彰化市博元妇产科成立于民国84年，至今服务乡亲11年，拥有良好的医疗环境、专业医疗团队和医疗仪器设备，提供不孕症的各项检查及治疗，是卫生署核准的人工协助生殖技术单位。医院已获卫生署核准成立的试管婴儿单位以及各种不孕症检查仪器试管婴儿研究实验室，帮助了许多不孕症的患者朋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博恩妇产科蔡宏博医师。博恩妇产科提供全方位的不孕症治疗，包括精液分析、精虫抗体的分析、精液的洗涤、冷冻胚胎、单粒精虫显微注射、胚胎的培养、囊胚及胚胎的培养、无精症的显微手术起经，所有不孕症的治疗，我们都有这项技术来帮你预言指望。博元妇产科不孕症中心有卫生署所规定的各项技术跟仪器，包括精液分析仪器、显微镜、单粒精虫显微注射的高技术、高科技的显微操作仪，以及量身定做的胚胎培养箱，这一些仪器都在卫生署核可的情况下，为各位不孕症的病人服务。对院长蔡峰博医师与副院长陈昭文女医师来说，上门来看诊的病人求子之心，是他们行医做试管婴儿医学研究的最大动力来源。他们遇到过很多不孕症夫妇和求子路上非常辛苦的夫妻们，每个求子故事都是支持促使他们行医做研究的最大动力和力量。
是博元妇产科院长蔡峰博医师，副院长陈昭文医师，专治不孕症，地址在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92号火车站旁，电话04-7260-678，博元用心使您更安心。观众朋友，再回到祝你好运的节目现场。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主题是有关于更年期的问题。那么现场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我们彰化市博元妇产科的副院长陈昭文陈医师。好，那么继续的我们来请教陈医师，刚刚您提到说其实更年期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这些症状，而且对我们的健康上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哦。那么就目前医学上来讲，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呢？我刚刚提到，因为这些症状都是跟雌激素不足有关，是，所以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补充雌激素。对，但是补充雌激素，因为我们常常要考虑到，就如果说本身有子宫的妇女来讲，那你在补充雌激素的时候，单一个雌激素是不够的，是你一定要配合使用黄体素。这样才能够避免子宫内膜癌的问题。所以通常我们在补充荷尔蒙的时候，我们大概会把病人 大略分成两类，就是有子宫跟没有子宫的。对对对，那如果有子宫的女性的话，我会建议她们要使用所谓的复方荷尔蒙，就是雌激素加黄体素。那如果没有子宫的话，因为就不用考虑内膜癌这个问题了，就单纯使用雌激素就可以了。那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大家现在比较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到底要不要用荷尔蒙。对，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说当医学界提出了说，其实补充这个荷尔蒙对更年期有很大的改善之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造成了一股风潮，对对对，大家女性朋友都会主动的去要求说要吃荷尔蒙。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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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好几年前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卫广告，是那个好像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女明星，她做代言人，做荷尔蒙疗法的代言人，她就讲说她会怎么样热潮红啦，一阵热起来啦，不舒服啦，那使用荷尔蒙以后得到很好的改善，生活品质也提升了。所以我们就更年期症状来讲并不是所有的停经妇女都会有这些症状。以台湾来讲，大概1/4的更年期女性事实上她是没有症状的。那另外3/4的女性里面呢，大概有一半是属于比较严重的，那另外一半大概就属于比较轻微的。对，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那个过程，那个不舒服。对，是。对，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需要说来这个服用荷尔蒙呢？所以就医学上来讲，我想我们目前的建议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说你有这些热潮红、冒冷汗、心悸、睡眠障碍呢，这个补充荷尔蒙是最有效的，它几乎可以达到7-8成以上的改善，所以等于让你整个生活品质有很好的提升。是，那你的确可以感受得到荷尔蒙对你的帮助。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萎缩性阴道发炎的问题有很多年纪大的妈妈们因为阴道萎缩，像我们刚刚提到说性生活的痛苦是，那包括像因为膀胱子宫下垂而导致的尿失禁的问题，那这个使用荷尔蒙也都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是，所以像这样子的所谓这种所谓萎缩，因为萎缩型的阴道跟尿道膀胱的问题，泌尿道的这所谓生殖泌尿系统的部分，它也可以经由荷尔蒙得到一个相当好的这个改善的情况这个也是我们认为可以使用荷尔蒙的一个适应症。是，第三个就是说，如果你本身是有骨质疏松的高危险群的话，那要不要用荷尔蒙呢？这个可能还要再去做一个再来大家再来讨论一下了因为使用雌激素女性荷尔蒙，它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固本够掉哎哈，把这个骨本哎够掉哎哈。是，那但是你如果要用的话，你最好是在你一停经就要开始用。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骨质还没有很快速的流失。是。那反过来讲，如果说你太晚用，比如说你已经停经五六年以后，这个时候你的骨质已经流失相当多了，那你有服用荷尔蒙来讲的话，它大概只能帮你维持住你现有的剩下的这些，就是你这个保本型的哈，我们说保本型基金的流掉的，对，那流掉的没有办法补回来，但是就是固本而已啦，是保护你现在维持你现在的原有的这个骨头。所以就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常常在使用，在考虑跟病人讨论说要不要用荷尔蒙，大概就是以这三大类来看。嗯哼哼，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可能还要再讨论一下，说它的荷尔蒙补充的风险呐、啊，是那。因为目前来讲，一个最新的研究的计划哈，告诉我们说，荷尔蒙补充原则上我们最主要是拿来治疗更年期的症状，嗯哼，那预防骨质疏松，它的确都有很，它的确是有效果的，是。那但是因为它有相对的风险，嗯哼，所以原则上我们不建议病人使用太长期。而且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需要使用，是，嗯，是。好，那么有关于这个荷尔蒙的疗法哈，我们待会还会继续的来请教陈医师。那么现在我们先来请教陈医师另外一个问题啊、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人啊，中国人都很讲究这个食补啊，是、嗯，对，那。有关于说在面对这个更年期的这个问题上面、嗯、食物的补充有没有对这个部分有帮助呢？嗯，有。对于食物方面呢，我特别强调停经后的妇女最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就是钙质。钙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VCR 哈。是。所以我们停经后，其实我常说了哈，其实不只是停经的妇女要注意，因为骨头哈，我刚刚讲说骨头的巅峰时期是在三十岁的时候。对，那现在的想法是说，我们最好呢能够提早保护自己的骨头，就是你大概从十八岁年轻青少年期，你就要开始保护自己了。Uh-huh. 所以就要多补这种富含钙质的食物，像刚刚我们看到牛奶啦、cheese 啦、uh-huh. yogurt 啦，哈，然后像小鱼干啦、小虾米啦这一种含骨头的这种小鱼哈，这个都可以当做一个相当好的点心。Uh-huh. 那植物方面，就所谓的钙质的丰富钙质，譬如说像这个芝麻、黑芝麻，对，那还有像海带啦。海藻啦这一类的也有钙质、嗯、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像我们一般台湾人常吃最爱吃的那个像豆腐啦，其实豆腐里面当然也有钙质哈，所以我们要尽量从多方面的食物哈，像鸡蛋也有啦哈，大家都喜欢吃鸡蛋，鸡蛋也有，那我们尽量要使用多方面的食物，不要只吃单一种，对对对、哦、那停经后的女性，我建议她每天的钙质摄取量最好能够在1000到1500毫克。嗯哼，1000到1500毫克。对，那什么东西不能喝哈？咖啡不要喝。对，咖啡会让我们钙质流失。对对，还有碳酸饮料，可口可乐哈，可乐啦，不止可口可乐啦，碳酸饮料、汽水、可乐这一类的也都尽量不要喝。嗯、那其实曾经有一个报告发现说，如果年轻人哈喝太多可乐、汽水，他的骨头呢会比没有喝的人要来的容易骨质疏松。男女都一样吗？对，男女都一样、嗯、那当然还有就是像维他命 C 啦，我们多吃一点新鲜的蔬果啦，这个对更年期妇女的保健也都很重要、嗯、哼哼。那假如你真的说啊，我实在是就是不能喝牛奶，我喝牛奶就要拉肚子怎么办，那最后的一个方法就是吃钙片了、哦、啊，钙片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补充钙质的方式、嗯、哼哼。所以基本上来讲，我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就是要选择能够一定要注意自己钙质的补充哈，要够。那另外年纪大了人以后，我们常常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软骨退化、关节的问题、嗯、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东西叫做维骨力哈、哦、那维骨力是什么东西？这是葡萄糖胺。葡萄糖胺的话，它本身呢，它对于我们这种关节退化也有帮助、嗯、所以对我们来讲大概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哈。是。那再来这个是哦，这个也是属于另外一个更年期很重要的一个食物哈，跟我们的这个更年期症状可能有关系的、嗯、就是大豆类的制品哈。大豆类的制品，对，也都可以多吃就对了。对对对，为什么呢？因为黄豆里面含有一种很丰富的植物雌激素
叫做大豆异黄酮啊、嗯。那大豆异黄酮呢，是现在我们讲说当红榨汁机，对，很多病人大家都有听过哈、哦。那很多在很多地方也看到人家在卖这个东西。那其实我觉得从食物来摄取是相当好的，就是像我们刚刚看到 miso 啦、豆干啦、豆浆啦、豆腐啦、嗯，这些里面都含有相当丰富的这种大豆，就所谓的大豆异黄酮哈、哦嗯。那像补充大豆异黄酮，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哎，荷尔蒙不是只有口服的药物啊，植物雌激素它本身也具有类雌激素的作用，嗯、对于我们身体的细胞是它也有产生反应。但是大家要记住一点，就是说，因为这种植物雌激素哈、啊，就所谓大豆异黄酮哈、啊，这种异黄酮它的效力非常非常的弱。Uh-huh. 大概是我们原内生性的 女性荷尔蒙的效力的千分之一而已、oh, 那不就要吃很多才可能有一点点效果，对对对、uh-huh. 那所以说很多很多病人会问我说，那他们吃大豆异黄酮能不能够改善他的更年期症状、uh-huh. 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了，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更年期症状都有可能随着这个时间慢慢改善、嗯、所以我们很难去说你是因为吃大豆异黄酮来改善，还是说你本来就已经在改善了、嗯、这是第一点。是那第二点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的饮食其实就含有很丰富的异黄酮。嗯，怎么说呢，它来自哪些食物？因为这些食物都是我们平常就会在吃的、哦、所以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发现说哈，亚洲人跟欧美人，因为欧美人比较少吃这些东西，嗯，所以你去测他们血液里面的异黄酮素的浓度啊，其实平均来讲，亚洲人体内的异黄酮素都比较高，是，所以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更年期症候群在亚洲妇女来讲比较不像欧美那么样的严重。哦，欧美的人，就是说有更年期的这个问题，是比我们亚洲人更严重的。对，他们的这个症状的严重度比亚洲人来的强。哦，所以这个应该是跟我们的食物有关。有关系。对，所以我常会鼓励大家，就是说、嗯，我们就早上喝杯豆浆啊，好、哦，中午配个豆干啊，好、哦，晚上再配个纳豆啊，是，那这样我想应该就蛮不错的，蛮够的了。对对对 对。所以大豆异黄酮就是这种植物的雌激素是、嗯、就是说平常我们可以多吃的。对，那还有没有哪些这个食物哦、嗯、是能够比较说明确的去改善那些更年期的症状？目前来讲其实是没有啦，是没有哦。对、嗯、对，不过刚这个医师所提到那些植物、嗯、平常我们还是可以多补充。对对对、嗯、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正式进入来请教陈医师哦。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目前来讲哦，就是治疗这个更年期症状、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这个荷尔蒙疗法。对，那么到底什么是荷尔蒙疗法呢？荷尔蒙疗法其实它的种类有很多种、我们最常听到的当然就是口服、用吃的，它其实不是只有用吃的、还有打针的注射癌、还有从皮肤吸收的，包括像贴片、有的那个3天贴一片的，还有那个1个礼拜贴一片的，是、还有那个插在皮肤插在肚皮上的、那经皮吸收就是做成像一个那种凝胶状的、经由皮肤来吸收，那还有做成像 cream 的从阴道给的、对，把药挤到阴道里面去的，所以其实荷尔蒙的种类很多种，很多种，对、不管你要吃的、打的、这个擦的，通通都有。对对对，那当然我们在选择上来讲，我们会有不同的选择啦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幻灯片啊。不过做过最多的研究，也就是最传统的荷尔蒙治疗的用法呢，还是以口服的为主。这个是最有临床的这个报告是最多的。是，那这种口服荷尔蒙治疗通常我们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周期性给法，一种叫连续性给法。周期性给法呢，吃的方式呢就有一点像是在吃避孕药的样子哈，它就是吃大概通常大概是吃差不多24到28天，就连续周期性的24到28天。对，是。然后这样的话呢，它的月经会来，它会有一个周期性的子宫内膜的出血、就是好像月经一个月经来一样啊。那连续型就是天天都吃雌激素加黄体素，那这个当然就一般来讲，连续型的荷尔蒙疗法的话呢，就不会有这种所谓的周期性的出血的现象。
啊，这个是目前来讲我们一个比较传统的用法。是，那这种口服的荷尔蒙的方法来说哈，它本身来讲就是说它怎么，通常我们大概都会给病人几个建议，就是如果说你是刚停经没有多久，比如说你才刚停经一年两年，那通常年纪都还蛮轻的哈，像这种情况下，大概我们用这种周期性的给法，让病人觉得说，哎，我每个月月经还有来，那种感觉 ，kimoji 哈 ，kimoji， 哎，他不赶快哈。那如果说年纪大一点，如果已经停经三年、两三年，他觉得说月经来很麻烦、很不方便，那就可以用这种所谓连续型的给法。一般来讲，大概可以维持很好的子宫内膜的控制，那也不会有出血的问题。是，那像这种口服的这种荷尔蒙疗法哦，是只要做一个疗程就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吗？没有，还是说就是说必须要一个疗程一个疗程一直做下去？通常是你有在吃这些荷尔蒙的时候，你的症状才会改善。哦，那如果你一旦停药，可能停药没有多久，这个症状又会再回来，又会再回来。对对对。但是像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不过待会我们会来请教这个陈医师有关于说这个荷尔蒙疗法，后来我们的这个民众他所认知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啊。好，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我们继续的来请陈医师来帮我们做解说。好，那服用荷尔蒙，我刚刚提到就是说，针对骨质疏松的病人来讲，哈，的确，你当你服用荷尔蒙以后，它的骨质本身可以得到某些程度的保护，所以它的流失的速度比较不会那么快。那我们再看下一张。那还是有些妇女可能比较不适合使用荷尔蒙，哈，就是你曾经有子宫内膜癌、有乳癌，或者是有不明原因的出血，那本身肝胆有问题的病人也不适合使用。那如果你已经有所谓血栓的疾病，好，比如说静脉血栓啊，或者是肺栓塞啦，这种疾病的人也不适合使用荷尔蒙。嗯哼，是，所以这一些哦，就是其实做用这个荷尔蒙疗法还是有它的一个限制性啊。对对对，是。那么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哈，这个、女性用这种荷尔蒙疗法是最适合的？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在改善我们这个更年期症状症候群哈，特别是针对那种热潮红这方面的问题，睡眠的改善，还有这个阴道尿道膀胱萎缩这个问题，这个是最主要的而且最明显的改善的部分。是，所以要选择这个是不是来做这个荷尔蒙疗法的话，其实有它的这个适应症，也有它不适合的这种对象。对，所以这个观众朋友可以来做一个参考了。对对，是。好，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先进行到这边。那么下一个阶段呢，如果说观众朋友对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要更年期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陈医师的话呢，都欢迎您打我们现场的 call in 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726-4613 726-4613。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都是每一对不孕症的父母亲历尽千辛万苦才成功圆梦的结晶。博元妇产科和这些家庭们平常就维持良好的互动，每一年更会贴心地安排他们一起回博元妇产科，一同分享小朋友成长的喜悦。见面的这一刻，看到这些孩子们个个长得聪明、活泼又健康，大家都开心极了。大朋友开心，小朋友更是高兴地上台大秀才艺。博元妇产科是卫生署核准的人工协助生殖技术单位，不断地精进研究技术，提升诊疗设备，提供全方位的不孕症治疗。卓著的成效与多年的经验累积，成功帮助了许多父母渴望拥有孩子的心愿。看着大家甜蜜幸福的笑容，博元妇产科一切的努力总算有了最温暖的回报。彰化市博元妇产科
院长蔡峰博医师，副院长陈昭文医师，专治不孕症，地址在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92号火车站旁，电话04-7260-678，博员用心，使您更安心。观众朋友，再回到祝你好运的节目现场。那么这个阶段呢，如果说观众朋友对我们今天这个更年期的主题有任何的问题，想要继续的来请教我们陈医师的话呢，都欢迎您打我们的现场 call 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号码是726-4613，726-4613。好，那么先来请教这个陈医师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荷尔蒙疗法是目前治疗这个更年期症状最有效的一种方法。那么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但是除了这个好处之外，还有没有有可能产生一些风险呢？我想现在我们真的要来谈一谈它的风险在哪里了哈、那在这个荷尔蒙治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2002年的四年前哈，是四年前呢，在美国医学杂志它发表了一篇报告，他说这个复合荷尔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女性荷尔蒙加红那个黄体素的那个治疗哈，他们最针对16000个妇女，追踪了5年以上哈，结果发现说服用这样子的一个荷尔蒙呢，它的确增加了乳癌的危险，大概每10000个人里面呢，会增加8个乳癌患者的出现。那第二个呢，它增加了心脏病的危险，是增加了中风的危险，增加了这个血栓哈，包括肺栓塞啦、静脉栓塞的危险。那它有它的好处哈，刚刚我们提到，它的确会降低骨质疏松，因为骨质疏松症导致骨折这个风险它下降了。是，那它有另外一个风险，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就是它也会降低罹患大肠癌的机会。但是呢，问题就是说，好，它有这样的好处，有这样的缺点。对，民众怎么去选择呢？我想，可能妇女朋友一听到说，哎，有可能这个乳癌的罹患率会增加哦，对，可能都怕得要死了。对对，所以很多病人他们会对，特别是对乳癌，因为大家都听到很多因为乳癌而死亡的这些案例哈、大家都很害怕，因为对这种癌症的恐慌。所以当这个报告一出来了以后啊，造成全世界更年期妇女哈，不管有在用还是没有在用的荷尔蒙的妇女，非常大的陷入极大的恐慌当中。那我们像我们医生就那段时间就是整天就是在为回答病人这些问题那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报告出现，所以我们现在呢来讲更年期这个荷尔蒙治疗就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转折。我们以前都会鼓励病人使用，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对病人是有帮助的，但是从那个报告出来以后，我们的态度变得比较保守。所以我们就原则上我们现在给病人建议就是说，第一个，如果你有更年期症状，刚刚我们提到的热潮红、冷汗、睡眠障碍、萎缩、阴道萎缩、尿道萎缩这方面的哈，骨质疏松的风险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会建议病人可以考虑使用荷尔蒙。但是相对的来讲，在同时你必须要了解说，我的确当我使用荷尔蒙的时候，的确我的乳癌风险是会增加的，那我的心脏病风险、中风的几率、栓塞的几率也跟着都一起上升了。所以这个是病人在使用荷尔蒙之前必须要先了解的一个状况。是、你自己必须要做一个评估，变成说做对我们医生来讲，就是我们把这个决定权呢交到病人的手上。有病人来决定，病人就是说他必须要去衡量说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对对，所以现在美国来讲，美国他们的这个FDA 他们的建议啦哈，就美国他们一般我们讲说一个建议就是说，荷尔蒙的使用原则上第一个就是说尽量时间不要太长。所以不要太长，到底几年？对，因为根据那一份美国妇女卫生计划那份报告来讲，因为它最终是5年嘛，他们发现说满5年以上
整个这种危险几率就上升了嘛。哦，所以原则上我们现在建议就是说四年以内，他们认为说荷尔蒙的补充哈，荷尔蒙的治疗哈，四年以内呢其实还算安全。是，就四年以内，我刚刚提到这些风险哈，大概都跟用跟没有用大概都差不多。好好好，那再来就是说，哎，因为他们这个研究计划，他们最主要使用的这个荷尔蒙是美国妇女最常用的荷尔蒙，是美国惠氏药厂他们做的，它是一种结合型的一种雌激素哈，加上这个我们讲说 MPA 哈，加上一种黄体素哈，那这种是不是跟这个药方本身有关系？有没有可能说改变这个药方，这个风险会改变？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要思考的方向。是，那所以现在就是说，好，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第一个使用的期间不要太长，第二个就是说你用药的剂量尽量把它压低。嗯哼哼，好，所以我们以目前来讲，我们现在的建议病人就是说，就是用最低剂量，然后最短时间，那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这个症状治疗，嗯，那这样就好了，是，就不要再延长使用的期间。哦，是，哎，那这样子来讲的话，是不是这个更年期的妇女朋友，比如说她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服用一下，然后觉得症状比较减缓的时候就不服用，是可以这样吗？其实是可以的。嗯，就如果就单纯只就针对我们要治疗这个症状来讲，这样的使用方法是 OK 的。嗯哼，只是说像这样子间断型的使用来说哈，对于骨质的保护就没有那么好。哦，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可能对于骨质的保护，我们必须要去考虑别的方法。嗯哼，那其实有别的方法啦，不是只有荷尔蒙而已。是，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样保护我们的骨头，第一个运动，特别是像一种所谓的载重运动，载重运动就是所谓像那种拿那个踢那个哑铃啦，这种负重运动，负重运动它对骨头的保护是相当有效的。那再来，当然我刚提到钙质的补充，是，那你要多补充钙质，然后维他命 D， 这个都是可以有所帮忙的啦。嗯哼嗯哼，那其次就是说，其实我们对骨头的保护呢，不要等到你停经了以后才开始。好，我们应该要从我们小时候就要开始，就是从我们青少女时代，那我们就要学会说，尽量不要喝汽水，不要喝可乐，嗯哼嗯哼，那咖啡也少喝一点，不要喝太多。可以从小来做了，对对，不要等到说已经这个骨质都要流失了才这边挽救，就有点比较慢了。对对对对，一开始就要把这个钢骨做得比较强一点，然后将来呢这个问题就比较不会那么快就出现。是，要把我们自己的骨本存多一点。对对，那如果真的还是发生骨质流失的问题的话，那假如不考虑荷尔蒙，其实还有别的药物，还有一些替代的药物可以帮助我们留住骨质。嗯哼哼哼，所以并不是只有荷尔蒙一个选择而已。是，好，那么您刚刚提到是2002年的时候有这个一个新的里程碑哦，对，就是说一些统计学上也证实了说这个荷尔蒙疗法它其实会增加这个乳癌的这个罹患率风险哦。嗯，那么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研究报告能够针对这个妇女朋友还要来解决这个更年期的问题，有比较好的这些做法呢？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是属于复合型荷尔蒙，就是针对有子宫的妇女。是，那其实它这个报告美国妇女卫生研究计划这个报告其实它分成好几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它有子宫的妇女，没有子宫的妇女，就子宫已经切除的妇女，它只有服用单一种雌激素的这种妇女。那这种妇女他们是追踪7年。嗯，哼哼，在2004年他们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是，那他们也发现说，在如果你只有单纯只有吃女性荷尔蒙的话呢，倒是蛮奇怪的哈，它乳癌的危险风险倒没有真的提高。那心脏病的风险也没有提高，但是还是中风的几率还是比较高。嗯哼，那不过当然另外的保护都还是在，骨质的保护，大肠的保护，这个都还是存在的。嗯哼，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讲，就是就针对这个子宫切除这个族群的女性来讲，那荷尔蒙治疗对他们来讲呢，的确它是可以用比较长一点点的时间、不过还是有风险在。那至于说有没有替代疗法，这个大家都在想说有没有什么替代疗法。对，最好的替代疗法应该就是说我们找到一种药这个药呢它不会让我们的乳房产生乳癌。嗯哼哼，那也不会让我们的心脏血管阻塞住那也不会让，所以这样不会让我们有中风的风险，不会让我们有血栓的风险。
那又可以同时能够让我们不要有这种更年期的症状、哦、那又可以保护我们的骨头，是，就是说它这个药能够用在我们想让它用的地方，而不要用在我们不想让它用的地方、哦、那这个药有没有、哦、现在来讲有几种药在出来，是，有一种药就是属于类似雌激素的一种药物，那它是属于选择性的、哦、选择性的作用在作用在子宫、阴道、膀胱这种有雌激素接受器的地方、嗯、而不会作用在这个我们刚刚讲说我们不想要让它作用的地方，包括像乳房啊这方面的地方。那这个药目前的确是有，只是说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它的保护的效果怎么样，它的风险怎么样，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比较小众小众在使用的药物，所以目前来讲还没有一个很，不像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荷尔蒙治疗，它有一个这么大的研究 得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这么一个确切的结论、嗯、哼哼，那这个药本身呢目前还没有结论、嗯、哼，但是事实上有很多很多更年期妇女已经从传统的荷尔蒙疗法转到这个药上面去了。哦，是、嗯、但是这个部分可能还目前还在这个研究当中啦，就是我们可能还需要、嗯，如果看电视也很烂的，看蛋一个个给蛋鬼你啊，我们再等久一点，等别人去对，等报告出来以后，我们再来看要不要用，是是，可以可以这样子说啦。嗯、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哦，来请教陈医师，嗯、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更年期的妇女要来这个使用这个荷尔蒙疗法的话、嗯，在他们刚开始服用荷尔蒙的初期，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产生、嗯？对，有，的确是有哈、嗯。最常见的副作用大概就是乳房会觉得有点胀痛感，因为会刺激嘛。嗯、是跟就是。说有些这个女孩子的那种经前症候群的胀痛感，对对对，没有错，对，所以其实有很多症状都跟经前症候群很像、哦、包括还有情绪，有的人说吃荷尔蒙就本来应该要改善的，就反而变得情绪比较变得不好，这个当然就不适合用荷尔蒙、嗯、那其实我最常见在门诊最常碰到一个没有办法用荷尔蒙的一个副作用呢，是体重增加变胖了变胖了。前几天我才一个病人跟我讲说，他说哦，真的很恐怖，一个月重好几公斤，吓死人了。嗯、那为什么会变胖呢？就是因为好，第一个，因为黄体素它会让我们的身体会有一点水肿哦、啊，所以我们水分会蓄积在体内，嗯哼哼，所以会变成说你的体重会增加啊。再来就是雌激素，雌激素它会让我们的肠胃蠕动加快，嗯、哼哼，你会变得胃口会大增。那也有可能是因为症状改善了嘛，所以自然就吃得下，心情轻松啊，对，心情好，吃得好啊，就自然。那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新陈代谢率又下降啊，所以只要吃的稍微多一点，那体重就拉上来了。哦，对，所以。其实我最常见没有不愿意继续吃荷尔蒙的原因是因为体重会变胖对，变胖这个问题是所有女人不管任何年龄都会害怕的问题对，可能比较不能接受，说不定比癌症更可怕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嗯，不过像这些副作用都算是正常的吗？还是说如果说出现这些副作用的话要必须要停药？基本上这个因为是因人而异啦、嗯、那这个副作用原则就是看它的轻重度，是，那所以就很多病人可能他就是说如果说相当严重的话，大概他就会停止使用，就不用了，我就不想用荷尔蒙了、嗯、那也有一些病人他也许他这个副作用并不是很强，那继续使用下去慢慢他可以适应这个情况，是、嗯、好，那么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哦，我们请陈医师来为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做一个结论。OK， 目前来讲最新的一个观念哈，我们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告诉大家，就是最新的荷尔蒙疗法的观念，就是第一个，如果你的确有相当严重的更年期症状的话，不要害怕使用荷尔蒙，嗯，因为虽然的确会增加风险，其实它增加的风险并不是像你想象中的那么的高，所以你并不需要因为这样而非常的抗拒哈，是这一个可以真正可以帮助你的一个药物哈、嗯，所以荷尔蒙疗法来讲有它的好处。那相对来讲，如果说你本身没有这些症状的话，那也不需要去寻求荷尔蒙的这种东西来好像说好像可以让自己比较不会老化啦，或者是抓住这个青春的尾巴啦，是目前的建议来讲也不是，也不建议说没有症状的女性来使用荷尔蒙、嗯、那我们原则上一个把握最大的原则就是说，我们尽量用最低剂量的荷尔蒙，使用最短的时间达到最好的效果、嗯、那这样就好了。
是，不过我想要最重要的是，如果说有考虑要服用荷尔蒙的话呢，还是要请教专业的医师会比较好的。是，那是当然的，千万不要自己随便买来吃吃喝喝这样子。嗯，是。好，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谢谢您，谢谢。好，同时呢，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个礼拜四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祝你好运的节目，我们再会。新知，针灸可以增加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吗？丹麦和德国有研究，并且登在医学的期刊里面，发现针灸可以增加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但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